猜有露点，但是不会发行给大家看。有可能是由经纪人拍。对，不过看到那些几百封信劝我不要拍，就算拍也不要给大家看，是蛮感的，跟原本以为的不一样。嗯、而且真的很多男生开头第一句就说，我要诚实的说我想看，但我不希望你说。很感谢他们对我的爱跟保护的心。非常期待看到这部音乐神剧《狮子王》。那在这个动荡的时代，尤其最近又是疫情的高峰，很需要这些激励人心的力量来滋长壮大我们的生命力。在筹备十周年的写真集，那月底要出发去拍摄了，那会是将近9天的拍摄时间，所以最近都很专心的在自己身上去做筹备。主要就是回馈这10年来一直支持我的大家，会给满满的诚意。我想在这么好的场合就不应该再提到。之前都有给回应了。最近在定妆的时候，就有让造型师和导演是女生，就有看到我的全貌，然后他们就很认真的说，嘉纯，我可以理解你犹豫的原因。我说你真的很漂亮，支持你的人既然大部分的声音都是希望不要的话，可能是可以先拍，然后先不发写，当一个纪念又或是什么。所以可能拍有露点，但是不会发行给大家看。有可能是由经纪人拍。对，不过看到那些几百封信劝我不要拍，就算拍也不要给大家看，是蛮感的。跟原本以为的不一样，而且真的很多男生开头第一句就是说，我要诚实的说我想看，但我不希望你说。哦，对，很感谢他们对我的爱跟保护的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